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修。末法时期灾难太多，人伤我痛，要有慈爱之心，不要只管自己修，要救度众生。记住，要成佛，要成菩萨的人，就必须要救度众生。你们一定要经得起考验，既来人间，我们就要有学有获而归。我们自己要好，我们更要对得起爱我们、养我们、帮助我们所有热爱我们的人。感恩吧，多一点感恩心，想一想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共沾法医，想一想每天在医院里有多少人躺在病床上过不了明天。我们是多么的幸运，因为人生难得今已得，因为我们今天闻到了佛法，我们今已闻。好好的去救度别人，好好的让自己的心永远和众生贴在一起，我们就永远不会丢失众生，我们很快的就能成为菩萨。记住，学佛的目的是什么？学佛就是要成佛。